扁鹊是第一位被我国正式立传的医家，在《史记》70篇传记中居第45篇，与仓公、淳于意并列，即《扁鹊仓公列传》。司马迁为什么要为他们立传？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，扁鹊言一为方者宗，手术精明，后世循序，弗能义也，而仓公可谓尽之矣。扁鹊一宗的地位，从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序》可见，扁鹊论医为医家所尊奉，医术精准高明，后世遵循其道，不能改易，而仓公可谓接近扁鹊之术了。扁鹊，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，姓秦，名越人，尊称扁鹊。他的出生地齐国卢邑，今山东济南长清。大医京城，医者仁心。扁鹊的一生可谓救人无数，其学医经历在《史记》的记载中颇有些神话色彩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曰：“病有六不治，骄字不论于礼，一不治也；轻身重财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事，三不治也；阴阳病，脏器不定，四不治也；行雷不能服药，五不治也；信巫不信医，六不治也。”扁鹊在医学理论中构建了以经脉理论为特点的学术体系，同时他在医学实践中创造总结出望、看气色、闻、听声音、问、问病情、切、按脉搏四诊、经于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等科，和应用鞭刺、针灸、按摩、汤液、热熨等方法，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框架，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。扁鹊被后世誉为医宗，当之无愧。